最近因为这个润的会议关系需要大量的麦克风，那么其中有一些麦克风是公规的，像这次是 mono 头，然后搭配这个方块型的这个超迷你的收音头，那给你的领夹式麦克风用，电脑用，还有无线麦克风用。那这是特规的，这是23号，中间有四pin的，中间四pin的这个1234，这个是给 Sony Sennheiser 早期有一些麦克风可以做替换的副厂备品，这是23号。那这个是24号麦克风，24号麦克风呢，它的这个是三pin的，然后这里呢也是一样是方块型的，方块型的收音头，声音收的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是给一些无线麦克风备品使用，请多参考。一共有四pin的，跟3.5的。如果你的麦克风刚好是属于这三个形式的这个无线麦克风的应用呢，可以来这边来找这个备品，都很便宜，一个不用500元，谢谢。